其实都是不对的。等一下我们要说对不起哦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爸爸。我带你去秘密基地。
哎，是弟弟跟爸爸。不要忘掉，姐姐对不起，妈妈对不起，我不应该离家出走。没关系，你真的知道错就好，不要再犯了。你真不愧是我的乖儿子，棒！我们还是快乐的一家人哦。